自然疗法心得分享，现在呢，跟大家谈一下第七集氢分子医学。氢分子医学哈是一个全新的这个项目哈，在日本已经很流行了，在台湾还没有流行。氢分子医学哈，它有什么用呢？氢就是它可以把酸跟自由基排得一干二净，因为百病同源，百病同疗嘛。能够排酸跟自由基的东西就是氢气跟热疗，能够减少它酸跟自由基产生的就是生酮饮食啊。所以我们身体的酸应该要被排出体外，废弃物就好像你门口的垃圾桶要有垃圾，垃圾不要堆在家里的意思一样。那我们的膀胱是排废弃物的嘛？所以氢它是有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前面一章有提过，尿的酸碱值就是五中，可以有5到9，那么5.5以下，我们把它称为正常7的话是中性还有前面有提过的，就是说自由基把尿放在这个试剂里面，它会出现不同的颜色，白的表示透明的表示很少，红的表示很多。所以在这个第六集细胞内酸中毒，我们有提过在这边呢，我们要大家谈一下这个氢气挑战测试 （Hydrogen Challenge Test）。就是说患者到我们的诊所呢，我们就会跟他测脑波、测自律神经。然后呢，再去外面保健馆吸这个氢气，当然有的还做热疗以氢气为主，然后再回来看他的脑波、自律神经，还有尿液的酸碱值、自由基变化是怎么样。这个我们叫 Hydrogen Challenge Test，就是说你测了以后呢，就知道病人这个会不会容易好，有没有办法或比较快好这样。所以说，Hydrogen Challenge Test 是我们用的很多的一个方法。如果你打英文 Hydrogen Challenge Test 你上 Google 就会看到我发表的一些文章因为氢气它在日本是医疗气体，在2016年去年12月1号就被公布为医疗气体，所以日本几国上下都在封这个氢气，医学中心也在封不过台湾还没有开始流行，所以在台湾氢气不能够宣称疗效，你也不能放在你的诊所医疗单位里面用，你只能说民间的一个业者他们在用，你派患者去那边吸吸的地方不能讲疗效。那么诊所你嘴巴可以讲氢有疗效，可是你诊所不能给病人吸氢我们都要遵守法律法律台湾是这样规定的，是这样执行的，千万不能够触法。那么氢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氢来源很多了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水最安全的，不是钢瓶，是水电解成氢跟氧，把它吸到身体里面就是它氢跟氧它就会产生气体嘛这个气体呢把它吸进去，水变成氢跟氧，你再把它吸进去，它就变成又再变回水，在细胞里面变成水。这个红色的是氢气在身体里面的浓度，氧的分子量是32，氢是2，所以氢很小，它可以进到粒线体里面，它就在粒线体里面呢，又再合成水。这个就是最后第二个就是水就是合成水，氢吸进来就变成水。所以氢它有一个几个特征，第一它是高度选择性抗自由基、抗发炎的药物，我们讲抗氧化 （antioxidant） 抗发炎的药物。事实上，我的经验告诉我说，氢的抗发炎效果好过类固醇，比 steroid 还有效。这个非常多的经验。还有，它可以进到脑部，可以对脑神经疾病特别有效。它是一个，所以我们讲以前我们对 SOD 很多。
很多抗氧化的东西，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抗氧化好用啦，因为氢它就是抗氧化之王嘛，就好像左边这个铁钉哈，你加了水它会生锈，可是呢你把同样的一罐铁钉灌了这个氢气，它就不生锈了，抗氧化了嘛哈。还有最上面那两个叫做羟自由基，好，它会把它中和掉，因为我们叫活性氧，它有好的有坏的，最上面那两个坏的活性氧我们叫做自由基，下面这个 NO 啊 H2O2 啊、哦、这些超氧阴离子等等、哦、它是好的，如果你吃这个抗氧化的健康食品，很可能把好的也杀掉了、哦、可是氢、哦、它就很奇怪，它高度选择性，它只是杀坏人不杀好人、哦，像我们这个箭头这边有一个啊、哦、这边是有毒的自由基，叫做啊、有好的活性氧，好、哦、这有毒的就是自由基嘛，啊这个就是自由基，一个氢一个氧就是自由基啊、哦、那么自由基呢它会伤害抢我们，它缺少一个电子就抢我们立线体上面的电子，它就会变成这个啊、哦、立线体就会受伤了，就会漏电啊、哦、漏电哈、哦，这个氢，自由基加上氢就变成水，啊、哦，就是把坏人，啊、哦、变成好人，这样，所以说为什么变成水，很多水就好像你本来马桶不通的，变成水，啊、哦，自来水公司来水的就把马桶冲掉了，把脏东西冲掉了哈、哦，所以氢哈、哦、它是世界上最轻的元素。我们身体里面62%是氢，因为我们有80%是水嘛，身体，所以说氢原子占身体最大量，它完全没有任何毒性哈。我们身体1公升，大肠镜也会产生14公升的氢。像这边前面有提过，睡眠障碍一吸氢，哎就好了啊，睡觉就很好睡。像这一个也是一样，妥瑞过动，你看它上面妥瑞症，脑波。贝塔波很强，吸了以后这整个妥瑞症就消失了，他的这个尿是7变成 5.5 酸排掉了、啊、自由基你看这下面的是7变成 5.5， 自由基4变成7这样、啊、这边也是有一个患者、啊、他也是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病，他的尿也是 7.5， 体验了1个小时还是 7.5、啊、再体验下去呢就变6，自由基本来排不出来的就排出来了。像这边有一个躁郁症的病人、哦、他只是体验而已，他并没有做任何检查、哦、你看哦，他的那个尿的酸碱值体验了大概4-5个小时、哦、才 7.5 还是 7.5， 自由基排不出来，好再体验下去，大家看我那个封起来那个是什么，这样 7.5 就会变成6，自由基就排出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讲啊、哦、只要时间够，酸碱值没有不降，大概最多也能降到5，再也降不下去了、哦、自由基排也是可以排出来。像这边有一个人、哦、他就是尿是9、哦、大家看左边最上面9 9 9，后来变6、哦、后来变 7.5、哦、一排自由基本来排不出来的，一直吸一吸就排出来了，到最后下面一个又没有的牌了，就是这样，它就叫排到黄金交叉点，就好像你丢垃圾丢到最后没有垃圾了哈、哦。这是一个也蛮成功的一个可以给大家看的一个案例哈、哦。像这边也是有一个患者哈、哦，他帕金森是症10年了、哦，他为什么来找我呢？他自己也是专业人士，可是他哈、哦、帕金森是症很严重，啊、哦、脚一直抖。走到、哦、最后叫断电，就是说所谓断电就是说他吃药起初有效，后来吃药 吃那个多巴胺的药、哦、到最后时间还没有到他就全身好像瘫痪一样，嗯，结果呢我就给他请他做测试，你看老吸了大概6个小时、哦、他的尿一直排一直排，他尿是酸，排到最后酸就排掉，没有酸好排，它自由基你看这个放几天沉淀哈，到最后没有沉淀了，排光了，结果后来它整个就好很多，
啊、哦，可是还是要配合饮食。有一次他太太找我，我说啊、就来跟我问啊，我说有没有好，他说好很多，他说可是还是禁不住嘴巴，因为他本身很爱吃冰淇淋，有时候买一桶冰淇淋当饭吃，这样就葡萄糖中毒、哦、那有时候也是蛮难的，有时候人管不住嘴巴，我们就没办法。所以氢哈、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还原剂，它可以提供电子给人家，它有两个电子嘛哈。那氧呢是氧化剂，氧化还原反应一定要平衡，所以氧哈、哦、它是阳是火是刚，啊、哦、氢呢是阴是水是柔，阳能阴能平衡阳，水能克火，柔能克刚，所以。氢它是细胞内的灭火器，可是氢你不要看它哦，氢它可以做氢气弹，如果啊、哦、量大的话，如果你一个钢瓶，一个氢一个氧一点燃，这栋大楼就没有了，各位也找不到尸体了啊、哦，这个很可怕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氢跟氧哈、哦、很小，一小你就算点它，我会嘣一声小小的，好像放一个小鞭炮一样。所以没有任何危险，也不会烫伤人这样，所以这个不应该有心理障碍。说各位不要有心理障碍，其实我心理障碍很大。我以前哦，开始用的时候，想了好几个月都不敢吸啊，哦，因为没有人吸过啊，我没有看过人吸过啊，那吸下去会不会有问题啊？哦，其实人都会有心理障碍，难免的啦，哦。所以说啊、哦。我哈、哦、大概三年多四年前哈、哦，啊，我就开始，哎，觉得我本身就是后来有一个人哈、哦，有一个人，他就是啊心律不整，心律不整，来到我诊所，他电心律不整，心跳跳到100多下，那么他说他看过很多医生，20年了，去荣总电烧过3次，去。电击过2次都没有效，医生他说要电烧，医生也不肯电烧第4次了，怎么办？他就找我，我说我也不会治疗，你这个医学中心看不好的，我也不要，好、哦，我也不。他说没关系，我看过你们的资料，你就帮我治，没有效没关系。后来我说去只有高压氧，没有效。后来我就到一个地方啊、哦，到我家，我家里有摆一个氢氧机，我说来，你跟我一起吸。啊，我说我没有用过，我说我为了这个以示公平，我们一起吸好啊。我就一次吸第一次，我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他吸了半个小时，就哎，我心跳好像没有乱跳。后来一做脑波自律神经，果真就没有乱跳了，就好了。后来他就慢慢调理就好了。这种情况哈、啊，我看了就很震撼，你知道？我们就找新东西，对患者有效的东西嘛。那后来我当然就跟一些业者配合哈，然后就在附近他们开了一家这个吸氢馆，我就派病人过去吸啊吸啊吸啊，吸完再做来做脑波，自律神经。后来我就写了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哈应该叫做氢分子生物学啦，只是我不好意思这样写，是精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事实上哈，氢气它对精神疾病最有效，所以我前面为什么会说，有的氢气有的热疗以后精神科医师会失业，就是这样。你只要把脑细胞的原料补到够，酸自由基排得出来啊，人就好睡了，精神疾病会豁然而愈。我这个经验非常多，有一个也是我们的同行医生，他有一次跟我分享，啊，我是后来才认识他的，啊，起初不认识。他说啊，他因为开很多家诊所很累嘛，很累，然后就每天很忙，啊，每天都看诊。然后呢，有一次他就觉得睡不好，就开始吃这个百忧解，医生建议他吃，吃完很好睡。后来觉得没有效了，他就不吃，一不吃灾难就来了，一直想自杀，想自杀、哦、还不是自己自杀，他想把小孩子丢到楼下去。他就跟他太太说：“我忍不住一股冲动，我就想把小孩子先杀死再自杀。”后来他就不知道谁介绍，因为我跟他也不熟。他说好，他人家介绍他吸一个氢气以后哈，忽然间人好像由地狱到天堂这样，哦，这个太多了，患者都是这样的感觉哈，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呀、啊、哈，好像云拨开云雾见青天这样。后来我就写了这本《脑神经细胞
不承认人有精神病啊，脑神经的疾病都是酸跟自由基过多，淀粉吃太多等等啊。所以说不管神经精神疾病啊，好像都效果非常好，清气。所以说我常常跟患者说啊，我说哈，你这个病哈没药医啊。医生说没药医怎么办，我随口就跟他说，你这个不会好，要不用药才会好，药不能帮你治好哦，病人就相信啊。这个我这个讲话出去要负责的哈。所以说大家要看一下啊，有精神疾病睡不好的人啊，要看这一张葡萄糖果糖中毒哈，脑细胞酸中毒，葡萄糖中毒也不好睡，还有生酮饮食，多吃油很重要啊，这两篇一定要看。那因为我们的神经哈，每秒会传导100公尺，如果你酸中毒以后呢，它传导就不行了。好，还有呢，神经传导素呢也放不出来了。好，那么神经传导素跟这个恐惧、愤怒、喜悦都有关，多巴胺不够就会就会巴金森氏症嘛哈，血清素不够就心情就好不起来嘛哈。你看我们这个神经哈，为什么它没有粘在一起会传得过呢？因为哈，神经末梢会放一种东西叫做神经传导素，就好像你玩接力赛，把接力棒传给下面一个人，下面一个人再传给下面一个人哈，这叫神经传导素。神经传导素传不出来哈，心情就物质了哈，心情就郁闷了，手就会抖了哈，传得太多的话啊，多巴胺这个肾上腺素传太多，人就会生气了哈。所以神经传导素很重要，神经传导素要顺利释放啊，跟细胞的酸碱值很有关，这样知道吗哈？所以为什么我就常常很纳闷，为什么一吸完哈，人就会变成这么舒服，跟神经传导素的传导有关啊。我这样讲，我想没有人会反对，神经传导素就放得出来了，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啊。你看我们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哈，它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都在放电，都在放电。我们把这个神经细胞哈放大来看，它是这样，中间那个神经细胞它不会自己吃东西，它是靠人家养它啊，靠这个心状细胞养它。心状细胞一个手，一个嘴巴吸血管，一个嘴巴吸神经啊，这个就是心状细胞，它一个嘴巴吸血管，一个嘴巴吸神经。另外一个叫寡突细胞，就是这里的左边这个寡突细胞啊。寡突细胞呢，它就是专门修补我们神经的啊，破损的要修补嘛，那它是固定的啊，修补神经，修补就是要原料啊，对不对啊？如果没有修补好呢，神经传导正常的，如果破损以后呢，没有原料好修补，或者是你的神经寡突细胞不认真，就好像水电匠不给你做工一样，神经就没有办法修好嘛。啊，另外一种最正下方6点钟那个是微胶细胞，微胶细胞很小，它就好像我们打扫的工人一样，就是打扫，帮你打扫打扫哈。好，如果你今天哈，你的酸碱脑的酸碱值不对，你的神经细胞里面是酸的，你的醒来煮饭的欧巴桑也生病了，工人也生病了，水电匠也生病了，打扫的也生病了，怎么办？大家都生病了，都酸了啊，好像每个人都便秘拉肚子一样啊，这个所有的人都生病了啊，脑神经细胞都饿死了。右边那个呢淀粉没有人清扫啊，垃圾没有人清扫，脑细胞就一直死一直死，脑细胞就一直萎缩萎缩萎缩，照电脑断层照，医生啊跟你照说你脑已经萎缩了，没有办法了哈，最后就是变成这样。所以说
大家要看轻哈，你稍微那个精神神经疾病跟睡眠障碍这一篇要看一下哈，广义性早发性阿兹海默症也看一下，好，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轻哈，它就是人哈，你如果这个尿是 pH 五到八嘛，如果你是八要变成七变成六哈，变成五，那五再吸下去呢就丢光了，好，它又会变成碱性。这个自由基像上面这个本来没有红色的变成有红色，最后又淡了啊。这个氢哈，我常常人家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哈，就好像你家很多垃圾，成年垃圾没有倒，你每天哈提两袋去追垃圾车，好，追不到，每天就只倒两袋，你产生垃圾的速度很快。我今天派工人去，派几十个工人去帮你清，清清清，一下子就清完了。好，清完了以后你就慢慢丢，不会累积那么多垃圾了。可是到最后有些工人出来，他两手空空的，你问他为什么不丢垃圾，他说我垃圾丢完了，就这样。所以到最后呢，自由基会排到没有自由基，酸会排到没有酸，这样知道吧哈，不然你很难解释这个东西。所以哈，我们是吸氢做尿的酸碱值做自由基，很多人哈也以为这样解释很简单。如果真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排到干净，好，高的变低，好，低的变高，那就很好解释。事实上它变化太多了，好，那因为这个文献是没有写的，是我个人哈在观察的得到一个结论。就像这一个病人啊，他是很典型的癌症病人，他是肺癌转移到脑。好，肺癌医生说不用开，不能开，不必开，开了也没用，就给他化疗放疗。做完化疗放疗呢，还是没有好。可是医生还是很尽责的，把他脑部的一个转移的六公分的肿瘤用电脑刀拿掉了。好，所以他脑部没有问题。可是他到我诊所的时候呢，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因为医生叫他住安宁病房，他不想住，他就来我这里。那么我就说，那你就用我的方法吧，轻带着睡觉，吸吸吸吸吸。有一次我就跟他验。你就发现说他的这个尿哈，后面讲癌的时候还会提到，因为他氢他已经不是碱，因为他身上很多癌细胞嘛，会产生很多酸，酸你看排到最后这个就没有酸好排了，然后呢啊这个自由基哈排到没有自由基了，他每天都这样，我们叫做黄金交叉点，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每天都达到黄金交叉点，是我们治疗癌症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还有这个患者也是一样，他是肺癌，好，肺癌哈，失眠、类风湿、下肢浮肿，你看他也是尿很酸，这个癌细胞产生的酸，他到最后酸碱值变七，有没有看到？啊，这个自由基也变成没有了，你知道吗？后来他跟我们，他现在也好好的哦。我前面讲到那一个，他前一阵子大概上个月吧，他跟我说去检查 cancer free MRI。CT PI PET 找不到癌细胞，他很高兴，好，然后呢，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患者啊、哦，他类风湿，手肿脚肿，手指肿得像脚拇指，后来也整个消了这样，所以我们的一个这个轻的这个方法哈、哦，很多啊，很多是口头讲的不算数，这个是有少数哈、哦，有一些很完整的检验数字可以看的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得了癌症，我大概也会这样做，我不会先去化疗放疗，我先把我的酸跟自由基清除掉，好、哦、热疗做一做看会不会有效。我想说这个是我们未来大家一起努力的这个方向啊、哦、也就是说氢跟热疗就是我们排酸排自由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一集呢氢分子医学就讲到这边。好、哦、谢谢收看，欢迎看下面一集自体免疫疾病，这个也跟氢有关。